踪。走了，等一下，我知道你不在外面过夜，可是今天是情人节吧，留下来。情人节快乐。慢呢，哎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找我啊？因为我今天单身啊。来，上车。由于遮蔽印的头皮调理洗发霜成绩非常的好，上一季呢我们的业绩大幅成长，所以我打算在下一季的时候呢扩张遮蔽印的商品线，同时呢我还希望能够开发我们 IU 网自己的独立商品。专心一点啊。不是啊，总经理，你穿这个样子我很难专心嘛。好啦，除了发品之外呢，其实在彩妆的部分会等一下再开吗？你听我说完，我说呢，在彩妆的部分，彩妆的，我说彩，你说彩妆的，呼吸节奏真失控。心跳脉搏在放纵，当你开口说爱我，开心正直播放松，不要理他，梦幻滤镜般稀薄，这笑容在如果男友世界尽头不捉，双唇来跳舞，恰到好处，轻轻尝一口，心甜个满足。
妈咪，我很担心你，知道吗？我就是怕你又遇到像爸爸一样那种烂男人，所以我才想找李大哥来保护你。你是好男人吗？你醒了。我终于醒了。还很早，再陪我一下吧。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再这样下去。不应该是这样下去。你搬过来跟我住吧。干嘛呢？啊，我这两天应该没有做什么事情让你不高兴吧？怎么了？我腻了。莎莎，